说今天有点累吗？好，真的蛮累的。不要说，我在说，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？告诉我，没有，你知道那个潜能激发就是这样。我等一下可能就是趴着走路了，已经累到紧绷了。对，等一下就趴着爬回去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再来这一首，吻得太逼真。燃烧生命啊！没错，谢谢。